大家在主里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那现在是星期一，正月二十号。那今天我就迟到了。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星期日，正月十九号神给我们的信息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东方也是星期一，正月二十号。大家要记得，我们要永远的感恩，永远走正一路，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，永远的爱神爱人。那今天呢，昨天就是星期日，现在已经进入了凌晨快要两点了啊。为什么会迟到？因为真的眼睛太累了，然后要需要一个休息才能够继续的做完神的工作哈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，要记得为旁边的人、为亲戚朋友们、为认识人、为不认识人祷告啊！那谢谢弟弟华香先来的灵命之粮，也谢谢 Kelvin upload 在 YouTube 里面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我们的工作真的要做完了，我们真的要回去跟阿爸父、跟主耶稣一起走。直到永恒，那要记得圣灵的细心，他非常细心，有怎样讲，就是上帝爱我们的心真的是人不能够用头脑式去想象的，真的太爱我们了，太细心的爱我们了，感谢赞美主。那灵命之粮今天是讲到上帝是不会讲骗话的啊，不说谎言的上帝的神。那我们就进入提多第一章，就从第一节开始，本来是第一节第二节呢，我们就多读一点点啊。那这边是保罗写给他一个属灵的儿子啊，他说我保罗做上帝的奴仆，跟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是为了使上帝拣选的人，就使我们大家上帝拣选的人有信心明白真理啊，从那明白真理之后，就能够过着一个敬畏上帝诚实的生活，有永生的盼望啊，盼望。这永生呢，是从谁而来？是从不说谎的上帝。在很古很久以前，和自从最初的时候以前应许的哈，在很古以前应许给世人的哈，就是这永生的盼望。那第三节，他就是上帝所定的时候，借着人的传扬，将自己的道显明出来啊，就是神呢，借着人来传扬这个福音，把他的道、把他的信息、把他跟人讲的话，显明出来给世人啊。那这边保罗说，我奉我们救主上帝的命令，传扬这个道，这个上帝的道，这个神的信息。好，第四节就是讲这个道，就是有着永生的盼望哈。当然在里头要有信心，而且也明白神跟我们讲的真理真道啊，过着一个敬畏诚实的生活。那第四节保罗就说，提多啊，就写信给提多，我写信给你，就凭着我们共同的信心的信仰来说，你就是我真正的儿子了啊！你就是我真正的儿子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。那我接下来，灵命之粮，传道人是不是在骗人呢？纯正的信仰是不是靠不住呢？追求属天的福会不会归于虚空虚无呢？那显着心爱主奉献牺牲的是不是纯人，就是愚笨的人呢？白白的受苦好像没有意义一样，是不是不相信的人反而是对呢？不热心追求，仍然爱这个世界，倒算的岛上算呢？对于这一切的怀疑啊，不相信啊，迷惑，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神呢是不说谎的神。如果神是说谎的，那的确一切都变成没有意义了，所有的信仰都是虚假的啊！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是根据圣经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神的话，如果神是说谎的话，那么圣经便靠不住了啊，就不可靠了。那信神的基督徒呢，就要受骗了。但是神是怎样一位的神呢？我接下去
如果神说谎的话，他怎么能够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慈爱，是良善，是荣耀的神呢？如果神是说谎了，他怎能控制管制整个宇宙万物呢？而如果神是说谎的，那是他自己在羞辱了自己啊，他既是自大自高无所不能的，他又何必说谎呢？对不对？大家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有万能的哈，他是高高在上的，那他何必去说谎呢？他根本就不需要说谎。而且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哈，是爱世人的话，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说好像这些西方国家新闻报道都是报道很多，每一天都报道很多假新闻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因为假新闻越来越假，越来人整个使人类呢都变成败坏了。所以我昨天下午也有想到，人真的是不可以讲骗话，一次讲骗话，又连接着讲骗话，又有什么？最后还不是害了自己啊，还不是侮辱了自己啊，自欺欺人。所以我们的上帝呢，教导我们不讲骗话，我们只做个诚实、老实、正义的基督徒啊，那就不会错的啊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毕竟是神圣的啊，所以上帝是不说谎的啊。大家从很小，小孩子很小到大都知道说谎是错的啊，而且知道不老不诚实是错的，是恶者做的事，所以小孩子都懂的，更不用讲到我们做人大人和成人啊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啊。接下来然后讲说什么呢？神呢根本就是恨恶说谎，就是不最很最讨厌说谎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圣经上说魔鬼是说谎的父亲 ,OK, 就是 father of lies。那神根本跟魔鬼就是相反的，就是敌人啊。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跟魔鬼撒旦是敌人啊，所以根本不能够像魔鬼撒旦一样讲骗话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黑就有白，有白就有黑，所以白呢是不说谎的哈，不做错事，不做恶事的。那些黑的，这边不是讲到我们这个通道黑了，不是啦，不是讲到黑天啊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。所以神呢，他与他自己本身以及他的名的荣耀是绝对不说谎的，因此相信圣经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，绝对不会上当的哈。末了一无所得的信神的话，抓住他的应许就是 promise, 绝对没有错误的哈。我们靠神的话 ，OK, 神是信靠，能够信靠与顺服，能够可靠的，他说过的话，他一定成就。就好像这一次被提这件事情哈，其实呢，昨晚两次哈。当我头脑一想起，只是我开始想，就要开始想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真的惊艳到圣经里面讲说，神说你还没有想的时候，你头脑还没有想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要想什么了哈。真的我还没有想，刚刚开始要想，就是那个 split of a second 还比这个秒钟更快哈，就是开始他那边就声音出来了。就是我在想说，这一次一定是回家了，这一次真的是没错了，一定回家。当我讲，我头脑只有这一次，这还没有到了，这还他那冰厨那边的声音就好像那个机器要坏掉这样哈。其实那个从来很少有这样的声音，有两次、三次也是有，但是也是给我一个肯定，是冰厨不会这样的声音，但是冰厨突然间出很大声，这样好像整个机器要坏掉这样哦，就是一个很肯定的肯定啊。所以我说主啊，你真的很奥秘，我的头脑只要开始想的时候，你那边就想了，我想到哪里，想到我头脑想完，他那边停止。
另外一次也是我站起来，那题就是坐下来。后来我又在想说，神啊，这一次是真的了，还没有开始哈，正刚刚开始，他就 block 一声 ，block 一声，这个 block 不是常常听着的，是很需要的时候，神就给我听到的声音哈，所以。神是万能的神，他是不说谎的神，他给我们的允许，他讲过的话一定成就啊！就好像啊，我有画下来在第五那边写作黑天，黑天是两年前给我们看到天空上是黑色的茫茫黑茫茫，然后写着两个字黑天啊。昨天就看到定是一定的。一定，然后黑是说这个背景一定会在黑天发生，就要来了啊！所以大家，神的应许是肯定的，他必定成就的。所以今天灵命之粮真的是配合我们是配合上帝跟我们讲的话啊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。那我就从看到的意象当中第一那边是在昨没有今天早上，应该不是早上，应该是昨天了。没有，大概是今天早上啊，11:22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红色，非常红色，好像猪肝红色这样，猪肝那种红色的，好像一粒东西这样在我前面哈、啊，看到这样，那大家都知道，看到这个红色啊，红色就是回家，而且是一个圈，一个红色的一圈 ，OK， 这是最后了，好。接下来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什么？就是我今天先给大家这个图片啊，那个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，我在楼上要准备午餐给女儿以及孙子啊，大家一家人吃的时候，我在准备当中呢啊，怎样？我就突然间自己的头会。转着向着左边就是 left hand side， 然后头眼睛会看到我的背，我的肩膀后面那边，肩膀后面下去一点而已，自己看过去就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棉花，怎么我身上会有棉花？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哈、哦、，OK， 而且棉花呢是圆形，好像圆形的，但是当然有一个开的，但是。大家看起来好像一个圆形，而且呢看起来好像一个嘴巴里面又有一个洞这样，但是这个洞呢我照相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形在那边，有一个人在那边，然后还会看到老鹰在飞，希望大家你的眼睛比我好，你可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里面有一个人有头有身体，然后有一只老鹰在飞哈，然后当然外面都是圣白色的，非常漂亮的白色，是棉花这样，像棉花这样，是形成一个灵这样，就是我们要到灵了，我们要回家，是圣白色，圣者白色就是啊圣洁的，我们就要回家了。好，大家好好欣赏这个棉花，真的造起来非常漂亮，而且本来就是漂亮的哈、哦。我刚刚好那时候我穿的那个衬衫呢是黑色的哈、哦，是黑色的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大家继续努力。那可以讲说这几天都有奇迹哈、哦，都有东西出来啊，东西没有突然间会出来给大家看到，就是很多奇迹使大家想起说神在鼓励大家说，真的，他讲的话真的是可靠的，上帝是不说谎的，他讲的话一定成就。好，第二那边是这样，是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，不是昨天了，18号了。星期六就看到有一个白色写的是一，然后下面有二，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就要25号26号就是正月初一跟正月初二了啊、哦、所以一跟二是华语的字，我相信就是代表初一跟初二啊，那初一初二就是回家的时间，西方就初一，东方就初二了啊、哦、那三呢
第三那边是二，然后一画下来又有一个二，那后面一个二是比较黑色的哈。那是什么呢？我相信是讲到22，前面一个二呢是讲到22跟23号，22、23，然后一画下来就后面那边是24号，24号是真的很黑色的黑天啊，就是完全一点光都没有，是月亮是。偷是全部的没有光啊，反射从太阳那边反射过来没有光，整个天空是真的180黑暗的啊，是24、25西方就是25回家，那我们这边25东方就26了啊，所以啊神在提醒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啊关于这个月亮了啊，月亮的光。那第四那边是这样，我的头起初是头脑那边，头脑那边他好像会看到一直在画青色 ，OK， 画了突然间眼睛前面就出现了哈，出现了就这个青色就走，然后上去了啊，青色就代表走啊，走回家。好，第五那边讲过，第六那边是这样，而且会听到声音，就这样，什么啊？就刷了之后就看到神的手，圣灵的手打开一个三文字的胶这。sandwich bag 就能够有一个 ziplock 这样啊，外面是比较大的，然后它里面的拿出来的已经打开了，红色的打开，大的打开，然后里面比较小的也拿出来打开，这样打开了啊，所以红色的就要走完了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是看到第七那边是看到金色的字，写着18。不没有，11、8，然后4、8，11就是背题，8就是到家啊，家就11啊，背题到家，然后4跟8比较近，4+8就是12，就是完了，就是背题回家完了。OK， 那接下来是好像一个命，但是没有后面的两画啊，命生命的命是8画。但是这边只有六画，就一个人，然后下来是一，可以讲初一了哈，我们这边初一，然后下面是一个四方格，四方格就是走廊那一端，所以全部是六画，就是说我们只剩下六天了啊。接下来是看到这个红圈圆圈这样啊，这个通道这样啊，然后它黑色这一面我这样看过去只看到一面而已啊，另外一面就是另外六天，我只看到这边的六天啊，就是一个圆圈，我们剩下六天了就进入标杆了啊。之后呢神就自己的手就画了一个圆圈，然后下面有一点这样加上像一点出来这样，就是半个圆圈 ,OK, 是向着我们这个方向，只有半个圆圈了啊，半个圆圈就是六天。好，接下来是天台的光线照下来，我也只是看到一半这个闪，好像一个圆圈这样，圆圈但是看到一部分的那个背起的门哈，背起的门没有整个红圆圈看到了啊 ，OK, 一部分而已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圆圈，只剩下半个圆圈，就是六天了。感谢大美主。那十二那边是看到字很大字，为什么又一次看到费玉呢？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歌星名叫费玉清，是不是？当时我从来不想让我不听华语的歌啦，爱情歌很早几十年就不听了哦。我听的是赞美歌啊、哦。但是有一个明星好像是费玉清，这个是很早的歌星啊、哦。好，那。我看到是费玉来，什么是费玉来了？哎呦，上一次好像一年前有看到这个字费玉啊，那现在又再看到了，因为时间到了，所以有第二次看到，第三次看到就是肯定了啊。好，费呢是12画 ，OK， 费就是12画，费就是除掉失去啊，费 ，OK。那肺的上面呢有这个壶这样哈，就是不是啊，下面是个贝壳的贝哈，贝壳的贝，所以不是贝壳，贝壳是通常是空的哈，不是空的，是谁呢？玉呢？玉就是一个王字哈，然后有一个点，一个点就是亭子啦，亭子啦，王就来了，王来就是主耶稣来的哈，主耶稣来不是空话，就是上帝不说谎，这个是废的，也可以说上帝不说谎的哈，玉呢就是王，王一点就是时间到了。
地啦，时间到啦，王，然后来。那 face 的话，我玉的话是五化，那来是七化。呀，就是完了，恩典到了，恩典到了啊、哦！这个时钟到终点了啊！完来了，恩典到了啊！那接下来十三是飞到，也是很大致的，飞到哪里呢？当然是飞到天国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十四那边是看到三个人，也是很近很近我、哦，然后中间那个很高很高。很高也可以代表主耶稣，但是就不没有给我注意到看到主耶稣，注意到谁呢？在 right hand side 那边，就是右边那边看到这个好像是 Peter Lavelle 的 cross top 的那个 horse， 他跟 Peter Lavelle 他是基督徒，那他的领带呢？他的那个领带是黑色的领带，就是注意到这个 Peter Lavelle 他穿着这个黑色的领带啊。黑色的领带，当然一个基督徒如果是穿上黑色的话，就是一个献上自己给教会献上自己对啊，献上自己给教会者的哈。那为什么用这个比 Peter Lavelle 的形状呢？给我看到呢 ，Peter Lavelle 是 Peter 彼得使徒彼得开始教会哈，开始教会的，所以就是讲到牺牲自己的基督徒，献上自己的基督徒了，怎么样？什么事情呢？献上自己的基督徒呢？只剩下六天了哦，是看到一个手提电话，然后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圆圈，一个人的照片，然后旁边名字啊这些哈，叫一些信息，然后旁边又有蓝色的两个 tick 这样，是一排下来。如果大家去 iPhone 的时候，你进去的话，这样一排下来是六个只能够看到六个，所以我们只剩下六天了啊、哦。好，接下来然后在我们剩下20号的话，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就是六天了啊、哦，六天呐、啊，东方也是六天，东方是早上嘛，哦，现在我们现在东方是星期一的下午了。所以大家继续努力，我们真的要回家了，也可以讲说第七天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的意象就是看到有一条线过去，下面写着一个八，八呢，这个八就是代表回家，家的意思八，然后再加七，那时候是下午两点的时候，我们下午两点，东方就是星期一的早上两点啊、哦，星期一早上两点，那星期一包括在内了 ，OK， 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就是第七天，所以加七啊、哦，那接下来呢是前天看到的意象。就是好像电脑这样上去啊，那比较早的是一个长方形，是白色的长方形，里面有滴滴滴滴滴滴是白亮光的白色，然后再上去的话就看到是什么，是好，如果没错是橙色还是金色的滴滴滴滴滴这样，好像文字，但是又没有文字这样哈、哦，就是讲到要到金色了，要到橙色了，回家了啊、哦，有字了，大概。到时候会看到字，还是说就是说我们到末了要走了。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哦，还有刚才讲到那个棉花哈、哦，不只是好像嘴巴一样，大家可以看到好像一个心脏这样，心就是爱心的心，就主代表上帝对世人的爱，对我们的爱哈、哦。第八十八那边就是。看见一个 baby 的碗，小小的碗，有蓝色有白色，就常常看到的那个啊、哦，蓝色跟白色，蓝色是代表天堂天国，白色就代表圣洁哈、哦。那里面呢看到什么？已经是小小的 baby 的碗了，但是里面又看到很小粒的，好像是葡萄，很小粒的葡萄。这边叫很小粒的葡萄叫做 raisin 啊，真的很小粒，叫做 raisin， 如果把它弄干的话就变成葡萄干了啊，葡萄干，很小的这种的葡萄啊，那有几十粒在里面，几十粒，我在给我聪明智慧，如果没错的话，就讲到我们当中呢，小孩子有几十个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在家 baby 有几十个啊，有几十个。好，你十九那边是看到
神的手就形成一个 calf 就是代表十一，是希伯来语第十一个字母，而且是数字是二十，就是救恩。一直跟大家讲说救恩到了，我们救恩到了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，我们真的要回家了。就凭着最近的每一天，差不多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在我们家里啊，就跟大家显明和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就要来接我们回了，在主里是没有难题的哈。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God，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圣经讲的神应许给我们的就要成就了，所以希望教会不再睡觉，因为时间到了。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像一位贼一样来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被提是在黑天呢？啊，黑天就是通常做贼的人不会在月亮很亮的时候做贼，对不对？通常贼呢是在一个黑暗没有月亮的光啊，没有月光的时候来做贼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在没有月光的晚上 ，OK 的日子的时间来。借他的新娘回，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像一位贼。好，大家继续努力，真的要回家，要记得祷告，阿们。还有一件事。